曲奖最佳乐团 Mazka。两次入围金曲奖最佳乐团的 IO 乐团，还有东方迷幻电音红乐团，三支风格截然不同的台湾杰出乐团，在文化部安排下出征加拿大音乐周，要用音乐证明台湾是华人流行音乐的首都。台湾是华人社会里面的文化的首都，台湾引领华人社会的流行音乐，所以这一点是值得我们骄傲，所以我们要进一步来推广这方面的。这一次参加加拿大音乐周的三支台湾乐团都特别准备演出内容，展现丰富多元的音乐创意，他们誓言要带给乐迷全新曲风，嗨翻。